这个孟梭鸡的食用方法，这个孟梭鸡后边有这个档位，前面也有一个低档、关、高档，在用的时候开到高档，后面开始的时候后面开到六，然后慢慢加热，这个温度比较高了的时候，可以调成五或者是四。这一个套筒用的时候要把这个套筒安上，先把这个套筒安到这个头上，然后插上电源，开关打到高档，后面这个地方先调上六，让它热个几秒钟，试一下出热风就开始了，就开始加热。现在温度比较高了，可以把它调一下，调成五也可以了。这样就结束了，速度是非常快的。结束之后，这个地方不要立马用手去碰，因为它很烫，可以先让它凉一会儿。